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商城里面卖的这个制作秘籍。那它其实不是蓝布哦，它虽然说可以让你抽装，但是它其实不是蓝布。好，那如果你在买的时候呢，记得先买下面那个1200块的那个，因为它里面有加了1200钻。好，那个只能买一次。那第二个，如果你要再买的话，就买这一包800的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使用方式基本上跟蓝布是一样哈，可是其实你看它的图形就不大一样，它那个图是彩色的，然后你再仔细看它的装备哦，其实都没有像一般蓝布的那么好。虽然说它也是有机会开到那个蓝装哦，虽然说它还是有机会开到蓝装，但是呢，几率没有那么高。那小编这边就转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哦。基本上它还是有这个什么子午啊，这个反盾啊，然后，这个头盔那个叫什么指挥官头盔哈、哦，死亡骑士之剑，这个都是有。那最右边的话是绿色的，那倒数第二个的话就是红武，从右边数来第二个了。第二个的话就是红装，那最左边的话就是白装，然后从左边数来第二个是蓝装，好、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最右边都是绿的。好，然后在抽的时候，其实有几率蓝装抽到的几率，我觉得还不算低啦。蓝装抽到的几率不算低。好，那这边也顺带这个提醒一下，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有预先登录的话，你可以先不要买，因为第二箱里面就会有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抽。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秘籍的玩法就是你把整排的内容都弄成你想要的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！因为有机会抽到白装、绿装嘛，那你不要抽到会后悔的装备就不要浪费。我自己的建议是，你把它抽到一个全部都你都可以接受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去按确定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抽一下，哇，这个红旗双手剑、武士刀、猎弓、骑士可以用的就猎弓、十字弓、大马。这个看起来就不错了哈、哦，这个看起来就不错，科特剑，然后2件裤子，然后大马，哦，那我们就抽下去了，看一下这个会开到什么，就算拿到水短也不错。来哦来哦，准备来溜一波，哎，中水短了，哇，就直接中水短，虽然说是刻印的，但也不错啊。这样子就中水短了，所以我现在身上又多了一把水短了。我昨天有抽到一把那个破坏钢爪啊，今天但是那一把是可以交易哦，这把是刻印的，就留下来自用哦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蓝色这个箱子，它是稀有什么什么秘籍的这个箱子的介绍哦。那希望大家对这个会更了解一点。好，那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这个小编的频道，或者是想要知道日版更多的消息的话，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